更新气象，看球买球请进群。馆长今天带来2020年第16场赛事解析。周二凌晨3:45，意甲那不勒斯对战国际米兰。那不勒斯近期13场意甲交锋只输2场，上赛季主场更是4-1大胜对手，往季及本场不少信心。客队国际米兰本赛季发挥稳定，球队的进攻端提升不少，联赛目前高居第一位。本场比赛以平手开出，馆长建议大家可关注客队，本场推荐国际米兰+0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小馆长盛情邀约球迷们可进群获取更多推单，我们拥有更精准的数据，需要进群记得加我的微信足球399，更有不送包配单等你哟。